喜剧人蒋诗萌欢乐来袭，高吨位大壮游戏状况不断，大壮跑步机坏了，亚洲小姐美艳登台，参加加拿大总理竞选团，携健身教练冲击门神，把车要推出一公里，你推回北美了，就是来破纪录，就是来开脑洞。吉尼斯纪录夫妻来挑战，能否一关完成暴走篮球？必须完成投进，老婆你说了算。哎呀，东交中心芝麻开门，12月6日晚播出。